疯狂计程车巨拦检，冲撞又跑给警察追。这名上半身打赤膊的孙姓男子，双手上铐，准备带回警局侦办，因为他预警拦检，还开车冲撞远警。这样子啦，有什么事情？孙男是开计程车为生，深夜一点，他摆脱警方追捕后，开车回到家，要进入停车场时，竟直接撞歪路口栅栏，再撞铁卷门，最后还熟练的倒车驶入停车格，人下车后就躲在楼梯间。今天的警察有讲，他没有破坏现场或者干嘛，他们没有办法。嗯，他今天把我们这些都撞了，连续现行犯了。把车牌掉下来。哦，撞坏车就是。警方一路追到停车场，将情绪躁动的他上铐逮捕，依妨碍公务和涉违法侦办。地方中心台中报道。